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江苏省徐州市，我身后呢是云龙山隧道。云龙山隧道呢穿过整个云龙山的山体，现在我们进去走一下。这个隧道呢不单单是作为一个交通道路，两边很多门店，整个的隧道也很长，穿过整个云龙山的山体，修建呢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。以为这个隧道只是一个单一的隧道，没想到里面还有很多的门店，哎，且它的人流量也特别的大。这里还有一个水果店，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呢，隧道也只是作为一个行驶的道路。我已经路过了好几个水果店，这边呢还有卖衣服的，很多很多的门店，看样子生意还不错。我每次到一个门店，它的门前都有好多人。这是一个超市，还有小吃店。我也走过很多穿山而凿的隧道，当然如此热闹的隧道和有很多的门店，我确实第一次走和第一次见。在所走的时间是下午3-4点钟，应该是人流量最少的时候，可是我看到还是很多的人。这是一个面包店，人流量特别的大。现在呢我们快到尽头了，你见过隧道里面做生意的吗？上面灯一闪一闪的。那今天的云龙山隧道我们先拍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见。